就執咗屋啦。應該星期六就會嚟噶啦。嚇！執咗個 corner 俾佢，熄咗部電視先。咁咧，這個咧就係狗尿片啦。咩嘢咧都喺上邊個箱裏邊啊！就啦，有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咧就係眼屎嘅，刮眼屎。跟啊呢、這個先係刮眼屎嘅呢一個，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梳毛嘅，有勁多嘢要記咯而家。跟住咧有兩包涼喎，呢一包就係要開水噶啦，呢、這、一個都好似要開水嘅，呢、這、一個就食少啲，呢、這個就係啲營養嗰啲嚟嘅。跟住呢一個咧，就係梳佢啲毛啦，咁等佢唔好棘打棘。跟住呢度又有啲做咩咧？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咧應該係啲皮膚幫佢抹嘅，沖涼嗰啲簡液。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滴耳仔，跟住呢一個咧類似啲維他命 C 咁樣嘅，俾啲狗狗。跟住呢一個咧。就是要洗眼嘅，滴眼藥水，跟住仲有呢一個就是俾狗用的濕紙巾。好緊張啊！一個咧就是買咗俾佢嘅一個狗兜啦，好細個嘅啫。跟住呢一個咧就有一個橙啦，玩具。跟住仲有一個一個飲水嘅，咁上面咧個樽咧佢冇包埋，因為咧就唔用好普通出面街買嗰啲水樽咧插佢就得噶啦。跟住呢一個咧就係、刷牙嘅，俾狗刷牙。係啦嘛，咁啊啲嘢都差唔多啦，預備。